吃，是它的特色。没有说说，看它往哪里走。是零食，他讲是零食。时间也多，是他们吃的。今天住哪里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烦恼了，哪里有旅社？中正路一段，中正路一段，前头那个，然后在边上那个，中正路。这阿三哥怕是点没有嘛？